高速道路で猫捕獲中。車が通ることができなくなる。18日の朝、福岡市の高速道路の出口の近くで、一匹の猫が道路の端にいるのを、車を運転していた人が見つけました。道路の安全をチェックする会社の4人がすぐ行って、車の上に猫捕獲中という文字を出して、猫を捕まえることを知らせました。そして、道路の一部を車が通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ようにして、大きな網を持って猫の近くまで行きました。猫は一度網の中に入りましたが、すぐ逃げて会社の車のエンジンルームの中に入りました。このため会社の人は猫がエンジンルームに入ったままゆっくり車を運転して高速道路の外まで行きました。エンジンルームの蓋を開けると、猫は元気に外に出て、走って逃げました。猫がいた道路は、1時間ぐらい後に通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会社の人は、猫を助けることができて、事故もなかったので安心しました、と話していました。高速道路で猫捕獲中。車が通ることができなくなる。18日の朝、福岡市の高速道路の出口の近くで、一匹の猫が道路の端にいるのを、車を運転していた人が見つけました。道路の安全をチェックする会社の4人がすぐ行って、車の上に猫捕獲中という文字を出して猫を捕まえることを知らせました。そして道路の一部を車が通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ようにして大きな網を持って猫の近くまで行きました。猫は一度網の中に入りましたがすぐ逃げて会社の車のエンジンルームの中に入りました。このため会社の人は猫がエンジンルームに入ったままゆっくり車を運転して高速道路の外まで行きました。エンジンルームの蓋を開けると猫は元気に外に出て走って逃げました。猫がいた道路は1時間ぐらい後に通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会社の人は猫を助けることができて、事故もなかったので安心しました、と話していました。好、大家好、来看这篇蛮有趣的新闻。好、高速道路で、这个道路就是马路、那高速马路是高速公路。好、但是在这个高速公路齁。猫是猫。捕獲中齁。好、什么之中齁。那个中念秋就是在做什么事情齁。正在做什么事情。所以正在抓猫。齁。好、你看这个图齁。好、这个工程车上面要写猫捕獲中齁。猫捕獲中就是我们正在抓猫。有没有？車が通る吼，好，通る是自动词，好，这个通る是自动词，通过的意思吼，好，看一下，好，什么东西自己通过吼，叫通る，好，自动词。好、所以車が通る是汽车通过。ことができなくなる齁。好、我们这个句型、原型加、原型加、
动词原形加 ことできる，就是哎，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能够做得到的。那你改成否定叫什么？好，改成否定有没有？好，如果你改成否定的话，正确的应该是要用ことは、できない。好，你看一下，否定的话，能力型的句型，还有能力型的话，肯定是用嘎。可是你能力型的句型，否定是要哇才对。如果比较正确来讲，一般的这个，教科书的话，能力型的否定的句型是要哇。所以它这边你可以去挑剔它，因为你 ことができない，就是没有办法做，好，所以应该用哇会比较好，考试的时候尽量是填哇，好，那你这个ナル是变成，ナル是变成，那奈的话当易形容词变化，因为奈后面有个一，我们把它当易形容词变化，那我们易形容词去一加苦加动词。你后面的那个 naru 是动词，所以变成 deki naku naru 是什么？变得无法怎么样变得无法怎么样所以 kuruma ga toru koto ga deki naku naru 变成说这个汽车无法通过因为我们懂变成说汽车无法通过这样看到吗？好，这个图还有个问题这个我曾经听日本讲过就是，还是听谁讲过忘记了。日本跟台湾一个很大的不同，台湾的话譬如说我们要封，就是我们要叫人家改道嘛，还是我们要封所有公路，我们会用一个假人，假人的话，他举那个旗子有没有？我们用个假人，那个假人就是那种什么那种什么。那种什么人体模特的那种假人有没有？放在那个橱窗展示衣服那一种，用那种便宜的假人。那个如果被汽车撞到嘞，他是假人啊，他不会怎么样嘛。可是日本的话，他一定要放一个真人的工读生，通常是工读生然后放在后面挥旗子这样子。可是第一个，第一个这样很浪费人力，然后第二个，曾经有这个工读生被人家撞死。曾经有这个工读生被人家撞死，所以就是有个危险的问题这样子，好，我们下看，菊花经历吉诺阿萨18号的早上，福库奥卡西诺福冈市的高速道路诺高速公路的德库吉出口叫德库吉有没有？好，看一下，德库吉是出口。那我们入口还记得入り口入口叫入り口出口入口往右上一点好，所以出口的吉卡库德什么的附近在这个高速公路出口的附近一匹好，我们那个动物四只脚的我们给它叫做几只给它讲，还给它讲 hiki。那你这边一只的话，音变叫做 ipiki ipiki 是音变一只，所以 ipiki no neko 是什么？一只猫。道路 no hashi 是边缘的意思边边的意思那你道路是马路，所以道路 no hashi 是什么？就是马路的边缘路边的意思。道路呢，还是路边路边。OK，道路是马路，马路的边边路边。你一路你一路是在所以在这个有一只猫在那个在那个马路的边边No o 这个 no 是名词化这个我们有讲过很多次我们这个句型叫名词 or 动词名词 or 动词，你 or 前面一定要名词，有没有？那你 or 后面一定要动词，
好，那我们这边是你一路，你一路是在哈，你一路是动词。好，在什么路的边边有一只猫。那我们加 no 干嘛？加 no 就会变名词哈，加 no 就变名词化，动词原形加 no 是名词化。那它加这个 no 就变名词哦，它变名词之后，你就可以干嘛？你就可以放在这个 o 前面哈，因为 o 前面一定要名词，o 后面一定要动词哈，这是这个句型。哦，o 前面要名词哦，所以它这个引入加 no 就变名词。好、哦，好，我们看 o 哈、哦，車を運転していた人哈。好，文登是开车哈、哦，那テイル是正在哈、哦，还有状态。那你过去式哈、哦，正在开车的人，还是在开车状态的人？人 的人，見つけました哈、哦。好，見つけるル是看到哦，还是发现哦？見つけるル是看到还是发现哦？他动词哦，怎么变小？哦，好，見つけるル是看到还是发现哦？所以。人が見つけました，就有人看到了哈，什么看到在开车的人，哦，他看到了，哦，看到有一只猫在路边。道路の安全を，哦，那个道路哈，马路的安全，哦，切切哈，check 是检查，する会社の4人哈，好，主持，刚刚前面就是主持，主持是什么？主持是四个人。有四个人，那我们说主持动作，主持做后面的动作哈，你后面的动作是一 t 一 t 是去哈，所以有四个人去，而且怎么去？是 go 是 go 是吗？是 go 是立刻，有四个人就立刻去了，好，那是什么的四个人？好，那前面这个是前面这边形容哦，前面在叙述什么的四个人？好，是一个检查道路安全的公司。哦，的员工有四个人就立刻去那里。好、哦，車の上に哈、哦，在他们的车上。猫、捕獲中哈、哦，好，然后在抓猫中。好、哦，这个捕获就是抓动物的意思啊。哦，所以那、啊、这个你那个汉字后面加秋是哦，进行式正在干嘛？哦，所以他们正在抓这个猫。哦，它打在上面有没有？然后往下看，托油是说还是叫做哈、哦、句型哈、哦，所以一个叫做还是个什么，还可以翻所谓的哦，所谓的抓猫中哦，文字是文字哦 touch 的哈哦，所以这个用出了这个文字哈、哦，所以他在他们这个那个什么招牌哦看板上面就用出他们在抓猫中用出了这个文字，捏口只看麦鲁哈。好，只看麦鲁是抓哦，只看麦鲁是抓，那 o 是把哦，所以是前面那个是 o 前面那个是受词，所以是抓猫哦。等一下，好，只看麦鲁哦，抓的意思哦，可以写这个捕，也可以写这个抓哦。哦，啊，只看麦鲁就是抓哈。哦好，所以他们在抓猫哦。口頭を知らせました哦。好，这个知らせる是通知哦，知らせる是通知。那我们说，我们上下一段去掉如，变成动物连接型哦。好，这个知らせ是通知信还是通知书哦？它变成名词哦。好，知らせる是通知，那它的名词型就是还是什么？通知信还是通知书？哦，所以其他 say master 他们通知他们正要抓猫。哦，而且他们车上有这个什么 neko hokaku chu 哈，车上有这个哦，在抓猫。托有所谓的哦，在抓猫的 moji o dashide 哈，他车上他们用出了这个文字哦，然后就是其他 say 通知那个哦马路那个。高速公路上的驾驶，他们在抓猫。そして，然后道路の一部哦，哦，好，一部是什么？一部分哈、哦，不是整个哈、哦，所以马路的一部分，嘿，马路的一部分哈、哦。
它这有显示这样过来嘛，所以它不是这有可能两条双线道，它可能是封哦，双线道它可能封到封锁这边单线而已，好、哦，那一小部分不是封整条马路有没有？好、哦，道路の一部を車が通ることができない。好、哦，ことができない说没有办法哦，所以。一部道路这个马路的一部分就没有办法，车子就没有办法通过了。右にして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哦。右是什么样子？那使物是人去用的哈、哦，人去把这个东西，人去哈、哦、把这个事情用什么样子叫右にする。哦，那有一些书会给它翻精炼哈、哦。那右になる是右になる是变成什么样子哈？哦那如是说自然而然的变成齁、哦、变成什么样子那又你死又你是什么样子啊死是人去用人去用成什么样子叫做又你死如那又你那如是事情自然而然变成什么样子啊所以呢又你死如感觉又你死得齁所以说这个公司人就用成什么样子把这个道路的一部分齁、哦、就用成不能通过的样子大きな網、哦、網是網子、哦、就拿一個很大的網子、哦、持って是拿車の近くまで、哦、待て是到這個貓咪的附近、哦、OK 行きました、哦、所以到了貓咪的附近、哦、猫は一度是一次、哦、網の中に入りました、哦哦哦我们叉叉叉叉呢？害路没有？嗯，有，好像有那种，哦，那种赖很这种怎么讲？这种很不好，他有那种骗人家买东西的，哦，好。好，我们看一下，哎，好，那叉叉叉叉呢？害鲁哈，害鲁这样词哈，就是进去哪里哈？那你前面如果摆什么单位，就是哦，进去那个单位哈，加入那个单位哦，比如说大学库尼害鲁，哦，进入大学，进入大学去读书，有没有？嗯，那上课都讲很多遍。那你这边那口啊，一季度哈，有一哦猫一次有没有？阿米诺那卡尼哈利马西达哈，他有进到网址，有进去一次，嘎，但是斯古哈，立刻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尼给鲁是逃跑哦，自动词哦，人自己怎么样哈，动物自己怎么样，所以嘎是什么？但是他有进到网址里面，有进去一次，但是什么？斯古立刻就尼给鲁立刻就跑掉了。开下呢，库鲁马呢，好 ，engine 就是我们那个英文的引擎哦。那这个 room 的话就是房间哦，好、哦，那 engine room 就是什么？引擎室哈、哦，车子的引擎室有没有？车子的那个前面哈、哦，哦，好，这个车子前面这个叫引擎室，哦，台湾是叫引擎室吗？唔知哈。哦车子这个引擎室有没有？嗯，然后日文叫什么？哦 ，engine room 哦 ，no nakani hari masta 哈，所以这个猫它就什么？它就跑掉了，它跑到什么？跑到这个哦，这个车子的引擎室里面有没有 ？kono tame 哈 ，kono tame 是因此哈、哦，这个 tame 是它没有位了。他没有为了，还有因为啊，那可能是这个，那可能他们是因为这个事情，哦，因为这个事情，哦，啊，因为什么事情？因为猫跑到引擎室里面，有没有？车子引擎室里面，看一下那些狗啊，哦，这个公司人怎样？那口嘎哦，刚刚强调前面的主持哪一个？强调说猫 ，engine room 你害打妈妈，好、哦、啊，今天重点是讲这个哈、哦，这个他妈妈。动词他妈妈，这个是一个句型哦。好、哦，这个是一个句型。好、
讲话的人认为，哦，这个是一个不太好的状态。讲话的人认为，哈，他做一个不太好的，不太好的状态，不太好的动词的状态。那我们状态可以翻着，跟的，譬如说啊，我的手机有没有放在这个口袋？有没有？就拿去洗了哦。要这样哦，手机放在口袋里面的状哦的那个什么那个状态不太好的状态，我就拿去洗了，有没有？哦，OK，K 带 O，K 带哦，然后这一句怎么造？K 带 O，ポケット，哦，ポケット，ポケット是口袋哦，我应该要打错ポケット是口袋哦。那如果你打错的话，你用这个来查的话，它会帮你订正哦。那我们看一下。好，Pocketo 那个 Pocketo 哈，Pocketo 初音在后面，Pocketo 是口袋，口袋怪兽没有，神奇宝贝哈，日文叫做 Pocketo Monster 哈，Monster 是英文的怪兽哈，口袋怪兽，我们翻什么宝可梦啦，有没有？不可啊，因为它。哦，Pokémon Monster 简称叫做 Pokémon 啊，因为它太长了嘛。你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你叫这个宝可梦怎么讲？为什么叫做宝可梦？好，这个 Pokémon 是口袋，Monster 是怪兽，那这个字太长了，所以日本人就把它叫做，简称叫什么？简称叫 Pokemon Pokemon 那 Pokemon 我们中文我们那个我们给它叫宝可梦嘛，抓它那个音有没有？叫宝可梦那原本是叫 Pokedo 口袋 Monster 怪兽，口袋怪兽就是那个皮卡丘神奇宝贝。然后我们给它叫什么？Pokémon 口袋怪兽对我最近的手机有装那个网路了那我可以去玩那个口袋怪兽。虽然那个游戏半年前很红，有没有？大家拿手机去外面抓宝，有没有？但是因为我现在比较胖，我可能要出去散步减肥，我可以去玩这个。在外面边散步边玩这个。那我们这边不是我们这边是要讲什么？我们今天是要讲 Pokédo 是口袋。Pokédo 你入れる，入れる是放进去。那我们改成句型叫做他妈妈。好，什么意思？K 带 O 把这个 C 带什么手机，Pokédo 也有什么放到口袋里面。他妈妈是状态不好，不讲话的认为是不太好的状态，怎么样？所以，我的这个什么手机放在这个口袋的这个不太好的状态，那不太好状态，看你中文怎么翻就放在口袋了，就放在口袋。然后洗濯して、して、しまいました。しまいました是糟糕了然后倒过来翻糟糕了，我那个手机还放在口袋里面，就拿去洗衣服了我之前就有我两只手机连续没几个月就是以前那个叫什么？以前那个 Motorola。以前那种15年前那种很耐摔的那 Motorola 手机，我把它拿丢到那个洗衣机里面洗，而且是
洗出来洗一个小时后才发现，然后把它拿出来吹干，拿出来吹干哦，然后再风干哦，一个礼拜后还可以用，哎，一个礼拜还可以用，很厉害。但是它的荧幕有那个雾气还有水，所以那个也看不太清楚哦。所以以前的手机真的很厉害，很耐用，哎，好。所以这个一列塔妈妈是，哎，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好的状态，所以是塔妈妈。好，那我们看课本这边哈，我们刚才扯远了。那，哦，猫が眼睛露母に入った妈妈，好，什么意思？这个猫讲话的人觉得哈，这个猫是在进入到引哈，这是什么？在引擎室里面这个状态哦，猫跑到引擎室的这个状态不太好的状态，哦，因为。对，吼，可能是危险哦。那讲话人觉得这样是不太好的状态，吼，好。然后下一句，you could，所以慢慢的，kuruma wo unten shite，吼，所以他就慢慢的开车，koso kudoro no soto mate，吼，到高速公路的外面，哦，mate 是到高速公路的外面，ikimashita，吼，好，开车开到高速公路的外面。眼睛入目的 huda 哦，huda 是盖子哦，哦，huda 是盖子。那你这个 akeru 是他动词，打开哦。他动词做动作，有个人去做什么哦？好，写一下。今天有个好消息。哦，因为就是最近咳嗽很严重，然后跑去看医生，看那个耳鼻喉科，然后医生看一看，就说我的那个可能是发炎而已，就是什么支气管发炎、喉咙发炎，然后我后来就问医生一句话，我跟医生讲，哎，我是补习班老师，我教日文教十几年了，那。我是不是声带受损？哦，是不是要割那个割那个声带受损的动手术？我们要开刀，我们要。然后他就怎么样？你知道吗？我被他吓到了。他就拿一张纸，哦，干净的纸，然后把我的舌头拉出来，哦，然后往下压，哦，把我舌头拉出来往下压。然后他拿一个像那个竹签的东西啊，竹签前面有个那个小的圆镜子，好、哦，然后就把那个像竹签的那个小圆镜，哦，前端的小圆镜，然后伸到我的那个什么嘴巴里面，然后把我舌头往下压，舌头拉出来往下压，然后叫我发出 A 的声音，好、哦，发出 A 的话，舌头还会往下嘛，他就用那个小圆镜看我的那个喉咙。他说我的喉咙就都哈雷鲁哈，就是说我的喉咙是有一点肿哈，肿叫做哈雷鲁，哦，但是我的那个声带没有受伤，哦，没有受伤，所以不用开刀，哦，然后他有跟我讲说，我是不是 Yaki 哈，我是不是胃酸过多哈，胃酸过多胃食道逆流。胖子很多，很多胖子都会有。我说对，我有胃食道逆流。那胃食道逆流，你晚上睡觉，它往那个胃酸往上跑嘛，然后它会去灼伤你的食道啊。如果往上跑，会灼伤你的，胃酸会去腐蚀掉你的那个喉咙，这样子，喉咙会受伤，所以这个也是个原因。还有如果讲太多的话，也是个原因。所以我喉咙是有肿起来，但是还不用到开刀的一个程度。因为我声带没有受损，OK 哈，好，所以这个胃就是胃酸，那这个哈雷鲁是肿起来，好，OK，好，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好，那就扯远了。那 engine room 呢？会打哈什么？引擎室的盖子，akeru。偷就怎么样？一打开这个盖子，那口啊，genki 呢？genki 呢？很健康的，很有精神的。那形容词加 ni 加动词，soto ni deru 哈，
哦，受伤的就跑出来，所以它就猫就怎样，很健康的，很有精神的啊，跑到外面来跑，哦，跑到这个车子的引擎室外面来，哈、哦，就跑出来了。哈西德，哈、哦，就跑掉了，哈、哦，尼给马西达，哈，所以就跑走了，哦，跑了，逃跑了，哈、哦，跑掉了，逃跑了。尼可嘎伊达多罗哇，哈，好，猫咪在的那个道路，哈、哦，道路就马路。伊吉吉干库拉伊阿多尼。阿斗是之后，哦，在一大概是库拉大约在一个钟头之后，陀鲁科多嘎德基鲁哦，就变得能够通过了哦，能够通行了。又尼纳尼马西达又是什么样子？那如果是变成说这个就能够通行了。开箱诺希斗啊，那公司人哦，啊，这刮起来是他们讲的一句话。好、哦，他们讲什么？内口哦，塔斯凯鲁哈，塔斯凯鲁是去。他动词哦，去帮助别人叫做 taskeru，去救人、去帮助别人叫 taskeru。那自动词叫 taskaru 哈。好、哦，这两个意思差很多哦。你什么？他动词什么？去救人，或别人来救我哈。哦，还是去帮助人。那自动词 taskaru 是哦，有救、有帮助。OK，知道吗？哦，所以你这边是用 task keru 是什么？去帮助人哦。所以 neko task keru godo ga dekite 哈，godo ga dekite 能够，所以能够救到这个猫，能够帮助这个猫，有没有？结果猫 nakata 哈，结果这边指的是车祸哈，结果是意外哈。那这当然是指车祸，这边应该是车祸。那 mo nai 哈，那过去式 nakata，nai 的过去式，它也没有发生什么车祸，我们懂。哎，no day 是因为哈，因为第一点能够救到猫，好，能够救到猫。第二个没有什么车祸，安心しました，安心就是很放心哦，所以就放心了，好，过去式放心了哦。と話していました，好，OK，所以能够救到猫，猫没有被车子撞死，它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哈，所以就令人很放心，好，放心的这样子，好，OK，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